那刚刚诗歌还没唱啊，所以我们啊要办的事真多啊，305首啊，305首，来，请我们还是享受一下啊，305首。万一你还没有完全认识主而受浸的，你可以告诉主啊，我要选你，主，我要认你做我的爸爸，你是我创造的源头，你要成为永远生命的源头，主，我相信你，够了，这句话主就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哎，马上你就有权利享受做儿子所有的权利，因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，就这么简单，你一信了，资格已经拿到了，你已经比那个豆浆店的小孩还有福气了。OK， 我们来唱。真的成长，认识的程度可以加多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就跳到第四节。他说：“无论我在世界何处，你嫁到哪里去都可以，有何人生有何景况，遇到什么样的对象都好，我与人心有个交契，我和人心有一个 agreement， 有一个交契，怎么样？我要保守发望，我们要向主一个决心，主啊，我要做一个灵里发望的人。”我要像啊，在什么像树栽在溪水旁啊，在殿里的树常青发旺 ，evergreen 啊，我要保守发旺啊，然后我要为爱出我为力，什么样情况侍奉我主我王啊，做卫士里查理侍奉我主我王，借着歌唱幸福婚姻照样歌唱啊，做约翰卫士里虽然呢、啊、婚姻常常。有难处，但是他也能好好的、深度的侍奉我主我王，因为他从啊妻子所遭受的为难，他从神得到安慰，他就能够安慰能安慰别人的人。感谢主，在婚姻上，我承认我算是一个比较享福的人，但是我也从别处受了很多的煎熬，对不对？别处的为难，所以没神是公平的，他总在你我身上要制作我们。因此你婚姻幸福了，哎，儿女不太听话，儿女听话了，哎呀，哎，邻居恶邻居，邻居好了，上司哦，凶上司，法老七倍加强的法老啊，等等，无论怎样，神总有一个路叫我们呢、啊、能知道我们需要学什么功课啊。对，耶稣是主，我们唱到第四节，要保守发望是重点。无论我在世界何地，只要从今远，我与人心有个交集，我要保守发望，若有未来
谢主，有这位阿巴父做我们的引导，做我们人生的活地图，做我们属天的 GPS， 我们永不失迷。他是我们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那么有了这个认识之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呢就正式来进入这个信息。这个信息我们呢提了三个点来点一下：婚姻、择配、夫妇，这些都是婚姻是个原则的问题，择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而夫妇是一个怎么样过程的问题。那第一大点我们来稍微读一下，他说什么呢？关于婚姻，我们要看见人的婚姻乃是神所定规的，是神所开始的。婚姻神定规，神开始。第一重点，他说婚姻是圣洁的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。这希伯来十三章和合版跟恢复版的圣经我放在一起，换句话说，婚姻是人人神桌，人人都当尊重的，人人都当敬重的。婚姻不要自己破坏它，也不要破坏别人的婚姻。这所有破坏自己破坏别人的婚姻，在这件事上会让他属灵上产生致命的打击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亏损。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。好，第二呢，婚姻的基本性质，这个基本性质怎么样呢？我挑出一些重点。第一，为要彼此帮助。这里有一段圣经的话很有意思，创世纪第二章圣经的开头说什么？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哎，听一下，那人怎么样？独居不好。你知道圣经神很喜欢说好，神创造的时候记得神创造一直说好，只有第二天造了空天，造了空中，说没有说好。为什么？空中有撒旦啊，撒旦背叛了在那里，所以神没有说好歹，没有说好。但是呢，第一天好啊，再造这个水中的鱼好，什么一路都说好。那造了人呢，说啊 very good 啊，甚好，哎，好上加好，因为这就是啊正中他心的啊，正中他怀了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。但是呢，突然间来个不好啊，这个好中是好的人被造了，但他说那人独居不好。因为独居的话，如果从第一代亚当就独居了，那你我就不存在了。亚当就是有了配偶，是有我们，那我们不存在，事态就严重，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独居神说不好。那么往下读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帮助者，做他的配偶。希伯来原文那个配偶，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原文就是做一个配他的，做一个帮助者，帮助他的。换句话说，做婚配，特别做妻子的，绝对不要做扯后腿的，要做帮助的。阿门吧，感谢主。我知道万弟兄啊，他有一个姊妹，那真是帮助者啊。你看我们在做啊，所以能健在，你看在坐在这里坐这么安稳啊，后面都有一个帮助者啊。如果后面有一个扯腿者，他们做不了啊，他们坐不稳啊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爱主、跟随主，都有主的怜悯，有一位帮助者。所以在座啊，将来要成为帮助者的，千万不要做一个扯后腿者，要做帮助者啊，有点印象就行了。再往下去，神要人有一个共同生活，彼此有交通，彼此有帮助，这是神的目的。第二呢，婚姻还有一个好处，怎么样？就是为要防止犯罪。